我们威联通在2015年即将推出一个新的机种，叫 TVS-X7。那它配备有Intel Haswell 赛扬 i3、i5、i7 的 CPU。那它这个 CPU 在硬件能力堪称是业界最强，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台 NAS 配备有完整 4K 影音输出的功能。那它也具备有 QVPC 的功能，所以你可以使用这台 NAS 就像你自己的 PC 一样，搭配一组键盘跟滑鼠。那你可以简单的插入一个 10G 的卡，然后简单享受到10G 快速的效能。那威联通即将推出的这个机种，一定是你们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一个网络储存设备。谢谢大家。